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婷婷 Queen 啊。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宿舍了。今天来到是学校曼彻斯特大学附设的 George Canyon Hall， 然后今天欢迎到 Misha。然后他就是住在这边，到现在已经快要一年了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就请他带我们参观他的宿舍喽，走吧。对啊，这边是就是我们的正门。嗯。这边一进去是 reception， 可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他没有打开，不然理应是要有人坐在里面。哦，就红色那里吗？对。然后铁门拉下来。对，他们就是现在铁门生闭。嗯。然后这边是进去的门，然后另外旁边宿舍旁边有个 greenhouse cafe。嗯。然后它的一楼ground floor 的话是咖啡厅，就是要钱的，不是说住这就不用钱。然后那个 first floor 的话，它是就是电脑室。嗯，那它里面的电脑就是跟学校也是一样，你就输入账号密码就可以登录，就可以用，就还蛮方便。然后座位也蛮大，很多又很大。可是因为现在一样疫情的关系，它没有开放，所以它是只有住这边的人才可以进去吗？对，哈，就是朋友要进去就我们就带你进去。哦，了解了解，好，还不错，好可惜，对，好。所以一般就是从这里进去。对，正常的话这个门会开啦。你说旋转门吗？对。哦。然后不然就是现在这种时候的话，就是 B 卡，然后门都是自动开的。哦，好酷哦。好。然后这边的话是 mailbox， 好少哦。对，因为它就是你们那边应该是一个房间一格，可是这边的话是一个 flat 一格，所以你们的 flat 总共就这些而已。对。哦。因为一层楼有四个 flat， 然后就这样，然后14层楼。了解。对。是 common room， 里面被他们应该是被工作人员堆东西，就平常不会，平常是空的啦。可是这个好像感觉蛮小的，很小，有撞球吗？不是撞球，桌球对不对？它立起来了，我看到了。对，平常是有，然后还有电视，然后那边的话就是洗衣，可以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个就进得去了。现在应该没什么人在洗衣服吧？对，就很蛮少，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回去了。应该跟你们那边比少很多台，真的很少哎。因为住户比较少，一二三四，各四台而已。对，各四台。你们这边多少钱？你们这边好便宜哦。你们那边这个是烘，然后那是洗。我们洗2.8，烘1.3呢，都比你们贵0.3。对，我们就是便宜一点点。这里面好温暖哦。对，还不错。这里还有电视。会不会太夸张？他在想说，就是你在等的时候就可以看个电视。这真的是可以用的吗？我从来没有开过它，真的是那个什么丢进去后就会回去了。哦，对啊，想要这边等呢、啊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它总共就是14层楼。然后就配置啊，大家应该没有兴趣。哦，好酷哦。所以它这里的每间房间都是一样，几乎，可是它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我们加上去没数。好。对，就是它这边的话，就是一层楼都是固定的四个，对，一二三四，然后比较不一样就是这两间，这一间好了，这一间从1到14楼都是五个房间，然后这两间都是六个房间，哦，然后它的那个最靠近厨房的那一间是双人床。所以其他都单人，对，哦，几乎都单人，但可以选吗？还是不行？你就是运气哈，你运气好，这样才有机会。对，就是原则上抽不太到双人床。然后那一间的话，就是第四间嘛，它1到6楼的只有四个房间，因为有一间是那种就是给那种身心障碍，对，他可能行动不便的话，可能会用那一种。哦，对，就是那边。然后现在是都要搬家了。对啊，但我没看过他，他谁？很惶恐，就是谁啊？知道。然后就这边，就是这边就是，这边就是一间了吗？对，这就是第一间，哇，就在门口。对，他，我觉得第一间就比较衰，因为你可能隔音不好，对不对？隔音真的不好。然后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厨房的也有一点衰，因为你厨房那个声音都会，然后牙签球房间还是都可以看你好，那房间就很小哦，这还不错啊，这个是应该很多人梦幻的住宿吧？应该就是因为很近，对，商学院就是走路5分钟吧，走快一点的话，要拖鞋吗？可以，好，等一下。
毛巾应该要收了，算了，没关系啦。对，哦，所以门后那个是你自己买的还是他付？对，自己买的。哦，还要自己买啊？就是毕竟房间小嘛，就这么多。哦、然后镜子的话是、应该是前一个住户贴的。哦，是哦。所以我一进来就有了，就还蛮幸运的。所以那三格加墙壁这一个都是住户贴的。对，所以就是你可能够幸运，可以住到前人有贡献的一些房。所以他们不会拆掉，就我觉得是因为拆的话会有痕迹，他就不拆了。哦，但这样也不错哟，我觉得这个人一定很高，我看不到我自己。对，然后房间就是这样小小的，然后他就是书桌很大啦，哎、欸，真的好大哦，他们就是还蛮就是会提供还蛮大的桌子，然后那些抽屉就是都还蛮多的，对，可是就是只是他就是单人床，那会很挤吗？我觉得不会，可是是因为我是女生，然后又比较矮，然后比较瘦小，对，然后因为我有听就是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是男生，然后大概可能180，他说有时候睡睡就会撞到头。180脚应该会凸出来吧？对啊，我就觉得天哪，你到底怎么睡在这上面的？哎、欸，真的胖子就没办法哎、欸，对，还会滚下床子哎、欸。我觉得就是还蛮，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 OK 啦，我住的蛮习惯。哎、欸，这椅子好高级哦、喔，还是有轮子的、欸哦。对啊，就是、而且还是这个叫什么？有软软电脑椅子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行。哎、欸，很高级哎、欸，不错，就是他配的，好棒哦、喔，而且看起来很新哎、欸。哦，对，可是好像用很久了，可是我觉得还蛮 OK 的。真的吗？看不出来用很久哎、欸。偷看他那个标那个面包、哦，然后它是浴帘，所以一定要。好 ，OK。所以它浴帘其实用久一定会发霉。然后我这已经换过一条了，然后它之前我就它之前就是发就是很夸张，我真的是受不了。所以我就是你可以就是写给 maintenance team， 然后他就会给你一条新的。哦，是哦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疫情爆发前部。然后他就爆发了嘛，然后我就想说他就是他 是不会来了，所以我就上网买了一条，我就自己买，想说没关系就花钱，然后买了一条，就他只有到这，他太帅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悲愤，我想说他为什么那么帅，可是我已经拆开来了，我不好意思退货、就是因为他有点碰到地板、然后我就自己再买了一条新的、就是那个就是正常的大小的、然后就在他送来的那个早上那个那天的早上、我突然听到有人敲门，然后我就不想开门、我就觉得我想睡觉、然后我一起床Maintenance team 送来了一条浴帘，所以你还是起来了。我之后才打开门，就中午要去，然后、放在地上吗？对，放在地上。是啊。然后，所以在那一刹那，我有了四个浴帘，这也非常荒谬，很好，就可以常换、我之前穿的荒谬过，然后所以它就是、它其实很小啦，应该看得出来。所以那也是钉在墙上的、哦。对，它没有办法，就是、而且你也没办法装那个滤水的。对，这是我。我觉得比较麻烦是对于，因为我自己是洗头洗澡分开的人，我晚上洗澡，早上洗头，对，就会，所以我就要戴浴帽，对，不然我自己是觉得还行，我没有那么在意这个啦，可是干湿分离好会好很多，但这边应该就是隔天早上就会干了吧？对对对，隔天早上一定会干，你洗完澡，然后。只不过这些都是我自己买的啦，我说架子，对架子，然后就是才可以装掉的。哦，了解了解。但原则上我觉得还 OK， 还 OK 吗？对，我觉得还 OK 啊，但是对很多人来说，他应该会觉得不是干湿分离，还蛮不爽的。有一点，有一点。对，这个是你自己用的吗？啊，不是，他原本就有的。哦，是哦。所以我就会挂一些东西，这个就是我用的。哦，了解。哦，那就是什么、就是那些挂钩都是我自己用的，或是前人留的，前人好像有留一些些，对。然后鞋架还是你自己买？对，然后还只能放在房间，不能放走了。哦，会被室友没有、是他们是这边的那个规定 ，maintenance team 他们就说不行。哦，是哦，因为他们要清洁。哦，就我们这边比较好是，之前就是在疫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他一周会有两天有人会来清扫。真的哦，房间没有，就是整个走廊跟厨房啊，好赞哦，所以还蛮干净。然后在疫情之后，变成一周一次，但是还会帮我们倒垃圾，所以原本没有倒垃圾，没有。这间是什么？这间是应该是那个就是、所以不是厕所，不是，就是那种电器室哦。哎、好赞哦！这边还蛮，主要是我们厨房刚翻新，不算刚，真的，去年的时候，就是我刚来的时候，他们整栋，对，应该说前年的时候，他们先翻新7到14层，然后就是他们先翻新嘛，然后今年就是我们来的时候，他翻新1到6层，所以原本是旧的，然后我们就被翻新，然后翻新的话，你就要跟隔壁的人 share 厨房，
就是他们先来用我们的，然后我们再用他们的。可是之后来的人，他们就是有这个完美的厨房。很赞呢，超新的。然后冰箱有两大台，这是冷藏冷冻都有。冷藏是冷冻哦，一个冷藏一个冷冻。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超级够用，因为它打开来的话，你看它就是六层，五个人而已，然后它有六层。那蛮不错的。对啊，然后就大家一人一层，然后其实也很 OK，然后这个也是。所以这里都是新的吗？这就不是了，这原本的冰箱。可是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方便的。好大哦，对，够用哎。然后桌子是昨天换新的。为什么是昨天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才换。那原本是什么？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木桌，就没有这种比较看起来高级的。超高级的啦！可是我觉得它问题是沙发很旧。你说沙发没换新的？对，我不知道他们未来会不会换新。可是所以这里没有电视哦？没有。哈，这里的问题是好奇怪哦，就比较尴尬，就跟其实丹麦路什么都有电视啊。对啊，感觉应该要有的人。可是它就是收纳空间还蛮足的。真的耶。因为我们五个人，它就是规划五个，就是一人就是一排。然后微波炉啊，然后烤箱也。你们微波炉是内建的耶，太高级了吧？我也觉得还不错，真的很好哎。那种大理石的那种，我觉得整个还蛮。那个也是附的吗？对，它那也是，这是我的哦。它的是那个塑胶的哦，所以它也有附。对，然后这里面就是我觉得，它就是收纳格都还蛮多的，还蛮大的啊。对啊，然后你看这边打开来，很大哎。对，然后而且是这边的话，就是大家就是都坦坦说就是要共用的，因为像这个就是我就放了我的东西。你还有电锅？对，我还有电锅，所以就是收纳空间很多，然后又很新。然后我们刚好是算是第一个享受到的啦。对啊，好好哦，超羡慕的。然后厨房会这么干净，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会有人来清理。这个是要干嘛的？哪一个？这个就是你煮完东西，你要放在这，不然你放这会弄伤那个。对对对，会像这样。所以这是因为这个材质的关系吗？对，所以它就是你煮完就放在这边。然后因为我们这边是五人间嘛，所以它就只有四个炉子。可是如果是六人间，他们有六个炉子。就是非常的不公平。就是它不用单数就对了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我觉得景就还蛮舒适的。真的耶。然后还可以种一些花花草草啊。那是你种的？对，就是葱啊。这真的可以吃吗？还有地瓜叶，可以。怎么那么闲情逸致啊？就是很无聊。这边看得到商学院，可是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栋就是商学院啊。可以耶。对啊，是看得到的。蛮不错的。这里真的好赞哦！对啊，然后那边原本好像是一片花园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是不是又要盖学校啦、不知道，就没有学生了还要盖。你确定没有学生吗？那没有学生要来吧？可能下下年就有了。对，然后这就是整个厨房，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是不是也都是大柜子？你们都放东西？对，我们就是他这边就是，这边也都是啊，这边。好大哦！对，你看这边其实也全都是，就大家一起 share 这个空间。好赞哦！对，然后这边的话。我们就是这也是一格子对，真的好好。然后这真的是很感觉超高级、我们这边就是垃圾分类的算是还不错、就是这一栋宿舍、好像因为他们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全部都丢这个垃圾的话、他们就是要钱的，他们要付钱处理这个、可是如果是丢这两个垃圾的话，他们是不用钱的、对，所以他们就是会有放这个，所以你们基本上就是不用来清，他们会自己来收。对，原本是有清，就是我们原本有规划这个，就是一个礼拜是一个人。是哦。对啊，就比较好。是你们自己准备的吗？还是他们硬的？我们自己准备的。太有心了吧！没想到这样。你们室友都感情很好哦。我们还算不错。他把东西放微波炉，可是好像微了大概快一个小时，因为他忘了他的存在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中国室友他就发现，我事后问他们，他发现他打开来后烟就窜出来了，然后警报就响，火转了一，就是谁会找到一个小时啊？